大家好，我是肖颖。不知道大家看完样片什么样的感受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想法打在公屏和评论中，与大家一起分享。国际惯例，我们先从外观开始。重量上，新的2470 GM 第二代标准变焦镜头，在秉持了上一代的高分辨率和优美的背景虚化功能之外，其重量减轻了20%，体积减轻了18%。其中呢，我们的重量呢由原来的886克降低到了现在的695克，从而更加轻便，用于我们的便携拍摄。针对户外的拍摄呢，使用稳定器的用户提升了拍摄的舒适性，配合镜头的重心优化设计，使我们的稳定器不需要再反复的调频了。这一点呢，对于外变焦的镜头来说，可谓是非常贴心的设计。外观上呢，有比较明显的改变。首先是新增了光圈环和无极光圈点暗开关。无极光圈呢，在视频的创作中呢，是极为重要的。如果我们使用机械构造的光圈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变化呢，会呈现一种阶梯的变化。如果使用无极的呢，那么它的过渡就会比较自然。接着是新增的一个变焦平滑度调节器，可以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呢快速变焦，也可以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呢缓慢变焦，并且在仰角拍摄的时候固定镜头，防止意外收缩。有了这个调节器，我们就想快的时候就可以很快，想慢的时候呢就可以很慢了。接着是一个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一个点，2470 GM 第二代采用了防尘防潮和浮涂层设计，适合在恶劣的条件下拍摄和携带。但这里啊，我们还是要多一句啊，虽然它设计了我们的防护作用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多加小心。接着我们来说说关于镜头的内涵的一些优化。首先呢，比较明显的优势呢，就是我们的呼吸效应的优化，这里就不用多说了，直接上对比。对比上一代提升呢，确实非常的多。在一些呼吸效应比较强的镜头上，焦点的改变甚至会影响你的构图。然后是索尼的看家本领对焦，这次的对焦马达啊，从 DDSSM 升级到了4颗 XD 马达，使得我们的对焦呢更加的精确和快速，而且在变焦的时候跟踪对焦性能比前一代提升了2倍。接着周月，接着我。另外，这一代2470 GM2还提供了另外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，那就是微距。从上一代的约0.38米，约0.24倍，改进到了现在新一代的0.21到0.3米，约0.35倍。其实呢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升级，我们之前就有在讨论是否需要提及，就是一个东西叫做线性对焦。什么叫线性对焦呢？在手动对焦下，像2470这种镜头，对焦环没有限位器的设定，那么对焦环呢可以无限转的情况下呢，我们转动对焦环的时候，即使我们对焦点已经转回了原先的位置，但是我们的焦点呢依然不在初始位置上，这是因为我们手动转动焦点环的速度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我们使用线性对焦的方式，从合焦起点到终点，我们可以去对它进行量化，焦点都会合到我们想要的位置。不过目前呢，索尼的自动对焦功能非常的强大，一般拍摄情况下呢都能轻松的应对，但也难免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，比如说强逆光或者光线非常暗的时候，线性手动对焦呢可以说就可以发挥它的优势了。好了，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常规的画质对比，这也是每个镜头的基本功。所谓万丈高楼从地起，再花哨的功能没有画质也等于零。这里呢，我们就给大家拍摄了几组样片，给大家做一个对比测试。放大可以看到，二代镜头的边缘画质还是有一定的优化提升，而且二代拍摄的样片焦外虚化更柔更自然。好了，今天的光影哲学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肖颖。如果本期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给我们一个一键三连，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 OK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